因为随着每天这样一直挂下去，已经越来越多钱了。我们先把可以进化的都进化一顿，最后再看要升什么吧。大家以前去网咖都是在玩什么游戏？其实我觉得去网吧也蛮多单机游戏的欸，虽然现在有 ST 啊，那其实以前的单游就是很多模拟游戏啊，但游戏就直接取代了。8K， 赚不急的欸，生意太好，还是外商店接。我昨天查一下，我发现我们商店很多没有降欸。唉，我在想要不要先把商店降完，哎，对，风扇也可以降一下。我是蛮想先把商店降完的啦。鬼屋，那剩下要从哪边看啊？说啊，不是有一个那个吗？他不是有一个？你说看直升机，整机不是在这里了吗？整机就长这样了，哎，按错了。哦，他们都全部都卡在这边，好好玩哦。一种疗愈的感觉。哎，我的那个开不出来，那个。对。